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想介绍我们这里 Hometown Cache Valley， 我住在这里已经7年了。我从原来从夏威夷搬过到这里，我整个地方查了一遍 ，check 一下。然后我之前住在 Fremont， 一直想安居乐业，但是找的房子都不是很称心。结果就是我的表弟介绍这里的 Cache Valley， 我一看我就是非常喜欢，因为它像一个 tropical， 像树林一样，气候也很好。所以我今天想介绍我们这 Cache Valley Small Town 里面一些超市，现在有华人超市，还有Ross TJ Maxx， 非常方便，交通也非常方便。我们这里有 bar， 我们这里也可以去580 Travali。三轮梦也可以去旧金山，还有去San Jose硅谷都很方便。OK， 现在我就带你们去看一看。Let's go。这个模拟式的高尔夫球场里面的布置非常漂亮，那个草地像真的一样，花花草草的，非常引诱人。孩子可以约朋友在里面一起玩耍，非常的安全，也可以布置生日 party。我们现在看到右边的华人超市是新开不久，里面有很多的蔬菜跟水果，还有海鲜。棕色的大楼是有机物超市。我们再往左边看，是一个小小的 mall， 里面有 Walgreens， 有 Ross， 还有 TJ Maxx， 还有一些食品商店。我们现在来到韩国超市里，当然里面少不了 kimchi 跟韩国饮料，还有日本面，还有一些奶茶。卡什巴里还有地铁，非常的方便去旧金山。对面就是图书馆，经常可以在里面做复习功课。我们现在来到580市场地方，里面有动物超市、熊猫快餐店、银行，还有 Safeway 24小时健身房、牙医诊所、吃越南粉，还有一些三明治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卡什巴里中学，这里有两个中学，然后现在我们又经过这里高中，只有一个高中叫卡什巴里高中，里面有2900个学生，非常好一个高中。我们看到这个三个十字架在当地是非常的著名，也是非常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地标。我们在山顶上可以看到卡什巴里整个山顶的风景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中间一个是一个酒店。这个医院叫伊迪，在卡什巴里属于大医院，如果你有急诊马上到这里来可以挂诊，它里面的设施非常齐全。卡什巴里有不同的餐馆，有意大利的通心粉，有美国的汉堡包，有越南的越南粉，有印度餐，还有日本的苏式，当然少不了我们中国的餐馆。